Hello， 妈妈。好，我们就幸福。你看，两个舅爷爷到那边接我们。是啊。舅爷爷抱着也不哭也不叫啊，爸爸，你认得吗？妈也光开几个人这个本来你的生意一波没得挣完，继续点好一点。我第一次搞，谁让你干的？没有，我一直搞完，你得搞成鸟个了。来几袋，到爷爷那去吧。到舅爷爷那里去。哎呀！哎，你抱着好了吗？谁这？还装？就。给小宝开小灶了，因为我们刚刚出来没给他搞吃的嘛，然后现在给他煮点面条。每天热心呀，只能给包吃干呀，只一包干。你还把油门子的五六个吃八个油一个点不吃，吃的吃的哇的。大哥，婆婆真的你红包啊？哇，那我刚刚我还没去，刚刚舅舅说那里不是那个房子封顶吗？对啊，发红包，我们没去凑热闹哈。来，你看我。阿姨哥哥，给发财财，好红包嘞。好，回去放先放到那嘛。好好又有一口吃了，好好又有口福了。你看这里，刚刚妈妈用那个保鲜袋装了两个大鸡腿，看到没有？哈哈，爸爸啊，有口福了。他就是喜欢这样子，这里这个抱一下，那个抱一下，那个抱一下啊！哎呀，打了，看什么？踩一下，走，来，踩一下，好吧，踩一下，再踩一下，呀，给我踩一下，好吧？你说要别叫一点好的哦。给我猜一下，嗨，两个舅舅好像也最喜欢他。走，去你爸爸那里，去。爸爸，你跟舅爷爷这么开心哈，就想要抱着玩一下。你说我们来了，哎呦！我去叫舅舅他们吃饭了。哎呦，这个！再一点点，喝一点点。你们老早给调调，把这调的。没，调的也在，我调多了一餐。加一开吃。有吧？妈妈，那我先出来了。你们两个一路加几个两分钟上下来。姐，你们这有家务吗？我那个早点，你这边就有吗？
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嗯，搞得有这，我没搞过那个东西。不，主要是那本地下那个物质啦。嗯。不怕刮风的时候，都有这，拿锹子。嗯。嗯。没得，没得。是有啊，没，我没得。再见。要干嘛的？不是。我们上班有。要到下班来，要休息，要吃药吧，要吃药吧。明天早点去。这里没有。宝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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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我也在这边接。